这么快？我有什么事呀？刚刚打电话才下班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慢慢煮，慢慢煮啊！你不饿吗？这个不雨人。老公，喝点大声不？有摸。谁叫你回来这么早？你不回来这么早，我自己摸。哎，个菜还要再多炒啊！去机场做，去机场做。去机场哪里做？做什么呀？又叫你走。要走一丢。干嘛要走嘞？做人工。高一万多块钱。那你觉得它稳不稳定呢、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啊？有没有考虑清楚啊？你家跟来小工，你家跟还稳定啊？你认为做工肯定不会做。对呀、那你肯定是要找个稳定的。那你现在的工作很稳定啊。做一万多块钱，所以说心的很好。你都做得好啊，你没有工作，没有那个什么时候你咋怎么办？没有公开的时候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那肯定就是那种什么小盼头了，对不对？大公司好很多了，最起码大公司，你看疫情期间一两年，你都有公开的，有没有养家有小孩，追求稳定，别那么多事儿。那天我想说的是看着镜子里狼狈，现在同事相处挺好，为啥要走？我用了一半的青春来思考做人的道理，对不起。把它翻个面儿，继续煎，然后放点大蒜。然后这个是那个节瓜，倒下去。翻一下，加点水，然后把这个虾米放下去，加点蚝油，再给焖一下。别吗？我操！哎呦哎呦！加一点点盐，别太多。出锅了。必须的，爸爸放给我，也不是你放给我，这个可以啊。你妈妈也可以，是不是？谁用啊？我不，用我不。对。啊？不行。喝点糖，宝贝。不能喝啊。我不想。然后怎么喝？刘大力。啊？我们还用耳肉片，我用啥？你中了。在海底呀。嗯，我也是。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请关注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